是，我以前不是颜值区的，我以前是音乐区的。我觉得我今天穿的很像个冰淇淋，今天穿的很像冰淇淋的感觉。我最早的时候是时尚区的，但时尚区倒闭了呀，然后我就去音乐区了，音乐区容不下我这尊大佛，所以它也倒闭了，然后就来颜值区了。这个素描不是我画的，素描是一个水友画的，送给我的。什么味儿的？冰淇淋啊，就香草味的，香草味的。对啊，斗鱼颜值区是不可能倒闭的，这个区倒闭了就完蛋了呀，这怎么可能倒闭呢？现在哪个区哪个区就倒闭了，太晦气了一点。106级的，你之前就是106级吧？谢谢粉丝荧光棒啊！你之前105级，我那天看到你改名，然后来我直播间，我以为你号卖的呢，我以为你把号卖的呢。时尚去音乐去杀手。我是斗鱼杀手。谢谢小企鹅的荧光棒。因为那鱼的圈游戏我们开始交谈，我希望话题不断，永远和永不打烊。游戏区啊，我觉得游戏区也没有以前热闹了。我感觉以前游戏区可多主播了，有可能是因为我看的主播他们都不播了吧。现在听我唱歌，你想听什么歌吗？你不要说我唱什么歌都喜欢听，最好是点那种我能唱的歌就好了。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你？我怎么唱这个歌？天，我一定是疯了。贝加尔湖畔了，可以。我会唱贝加尔湖畔，我不看这个明星，等于这个明星不火。嗯，对，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不认识的明星，然后觉得他不火。贝加尔湖畔可太简单了呢。Next dance， 所以紧紧将你眼睛。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我又可以看到飘屏了。吞没在那月光，
入睡的你，多想某一天往日又出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背着而不盼。哎，现在抽奖又有飘屏的，你们看没看得到啊？就是中奖会有飘屏，哎，之前没有的。什么时候听这个歌？你妈唱的。多少年以后，多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冰雪容不下那温柔。这一生一世，这世间太少，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生气。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生命在背着而不盼，你清澈又生命在背着而不盼。怎么做两个号去发弹幕？说明他发好听，那个弹幕是收藏起来的，他不是真实真正觉得好听发的，而是他收藏的那个好听的弹幕。嗯，你这怎么发？你为什么可以同时发？在我的怀里，你怎么可以同时发呢？ 你怎么这么秀呢？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双胞胎可爱心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这个电脑可以收藏弹幕你不知道吗？哎呦，这个地方卷的怎么这么弯呢？欢迎 BB， 晚上好 BB。 你居然不知道弹幕可以收藏，就是那种电脑弹幕可以收藏，对，手机不行。谢谢陈海的冲呀。不过也是，之前你看了甜甜圈，他不唱歌，所以你不用打这个弹幕。他唱歌吗？那个不唱歌吧。谢谢 BB 的么么哒。他唱啊，真的吗？他唱歌怎么样？我没听过他唱歌呢。他是不是拿一个水瓶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即兴演奏？聊天框右下角，手机也可以收藏弹幕吗？反正电脑是可以的，我知道电脑我看到过。雨的气息是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你怎么看他呢？嗨，没事，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这是自由，对不对？电脑啊，的大树，遇见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他总榜一。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要落下了脸，看日出。无能。没事，说不定过几天。总榜一就换人了，你不要伤心了。反正你现在是山顶光光的。
我发现我笑的时候，笑的比较开的时候，这个地方口腔溃疡还是有点疼。扎，我这是为了他，我为了开解他，你知道吗？不过他出去玩的几天应该没什么，对吧？我相信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懂得排解自己心中的苦闷。不好意思，文素太差。你不要紧张啊，字都打错了，你看看。哎，嗨，几天了还没好啊？早就好了吧？因为我以前一直以为那个名字是说甜甜圈饿了，原来人家是说你饿了。啊，没事了吧？感觉他之前点歌还点伤感的歌，现在都点贝加尔湖畔了，一看就是想放飞自由了。不然他肯定不会点贝加尔湖畔，肯定会点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我的手打到了啊！你明天过生日啊？真的吗？明天过生日，你可以，你现实朋友跟你关系好吗？可以跟他们出去吃个饭啊什么的。阳历什么意思啊？阳历是不是就是户口本的意思？不是身份证上的日子。嗯，生日快乐的，我可以给你唱生日快乐歌。我唱过的，之前谁过生日我唱过的，那个我忘记了，反正之前直播间有个谁也是过生日，我给他唱过的。皮皮，你在暗示我没给你唱过是不是？反正我记得之前谁说他生日，我给他唱过的，好像就是安静还是谁吧，还是小柱子还是谁？我泡芙，泡芙过生日我给他唱过的。不过我那个生日快乐歌唱的可太抽象了。湖南那个祝我生日快乐，那也太扎心了吧。山岭观光团是你参加的团。欢迎64028，没跟你唱过，我都不知道你生日是哪一天呢，你生日哪一天呢？我拿个小本本记着。你生日是哪天我都不知道，扎心。谢谢64028的 touch， 谢谢牛牛的办卡。你送大气我就叫你64028，你送办卡我就叫你牛牛。别问了，明天的地方次次独行。哦，我吓死了，你说你明天跟你唱，我还想你怎么跟饿一天的生日。有没有跟你唱过？你看我才两个月呢，你生日是两是这两个月的吗？问题是怎么生日？你每次来我直播间带着别人的牌子，我没有打你就不错了，你还让我还想让我怎么叫大兴的丫头？可以是。你天天过生日好吧，我天天给你唱。这是什么天？我知道了，明天是你生日啊，你刚说了吗？我说那个，我说老头，他说他明天生日呢，你说假不假？欢迎往事余生。明天生日，明天是9月6号，是什么星座？处女座。你是处女座的？那你不是有强迫症啊？晚上好。那你不是有强迫症？处女座的人可有点洁癖。是不是有洁癖？嗯，那挺皮的，嗯，没有洁癖啊。对，我真的有强迫症，我跟你说，
比如说我家里特别整齐，然后就突然地上多一块东西出来，我就特难受。然后我特别喜欢收拾东西，如果没看到还好，我只要看到了我就会很难受。社会把你治你的服服帖，那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去社会上磨练，所以我强迫症有点严重。你就是个强迫症的。剪头发发现我不能剪头发，没有啊，我洗头发没有让我剪头发呀、啊。我昨天去洗，不是去洗头发，我昨天是去养发馆了，就是做了那倒模啊什么的，不是去单纯洗头的。我鬼牛还卷的这么卷，你昨天是去养发馆了？你知不知道养发馆就是那种用仪器啊什么的？嗯，公牛座是不是就是金牛座？金牛座很好啊，金牛座顾家、善良啊。金牛座不错哦，没养过。你头发那么短，养个屁的头发呀、啊，浪费钱。我头发太长了，发尾有点干枯，主要是昨天不想自己洗头，就出去了。高级骗人。哎呦，我看到谁了？这不是那个骚老头。你那次来我直播间说明天来听我唱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猎户座是什么？你们讲的星座怎么名字那么奇怪？什么是猎户座？天马座是什么座？什么鬼？猎户座是什么座？玩人鱼座呢？你们有毒吧？瞎取名儿。不是骚羊座的，他们取的那个，他们说的星座名字都是编的吧？听都没听过呢。圣斗士星矢，我都一脸懵逼啊，不知道他们都说的啥。大熊星座。大熊星座可还行，猎户座就等冬天晚上夜空最壮观的就是猎户座。天琴座，你来自 M78 星云。谢谢约定的么么哒。天蝎和白羊最累是什么意思？欢迎小太阳，什么叫天蝎白羊最累啊？好久不见啊，小太阳。感受到仲夏里的香。长小的时候就要飞回去了，那不行，我会制止的。你给我去死！我他妈的跟一坨猪配，我都不要跟你配。人放你妹的猪皮，谁是我跟你配的？你不要逼我骂人。你这个阴阳怪，你居然说我跟你配，我想一头强撞死。甜甜的歌，他居然说我跟他配，我要哭了。丫头听我，我才不会跟他配呢，我去，听那阴阳怪气我，他肯定给我配。你给我去死，我才不要跟你配呢，你想跟谁配就跟谁配，不要跟我配。对，你在我心中一头猪的不如。甜甜的歌有什么歌？
中年丧父吧，寡妇。摘一颗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决策，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地附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爱要精心来雕刻，或是米开朗基罗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用时间去思念，爱情有点甜，这心小小心事对我来说，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地附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爱要精心来雕刻，我是米开朗基罗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地附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爱要精心来雕刻，或是米开朗基罗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刚刚抽奖还看得到，现在抽奖又看不到。邓宇刚刚是不是有 bug？ 一秒钟。欢迎小星星。刚刚你抽摩天轮的时候可以看到飘屏，你说是不是很奇怪？都会疯了吧？现在没抽到吗？不是。我爱吃葡萄，可我不吐葡萄皮。哎，笑死了！没有腹肌，像破头，想不出原因，就像没有道理。这人怎么了？哎呦！我错了，我要笑死了。多难，好像最近抽车特别难，以前抽车还挺容易的。因为那天我下播了，然后我上了自己的号，想要改个封面来着，然后我突然发现我的这自己的账号里面居然有60块钱还是70块钱，我去抽车，我想送给大头续个牌子，70块钱连个屁都没抽到，还不如给他送办卡呢。好像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吧，说明大头不配拥有礼物，他这次会拥有荧光棒上香。都不会办卡，
但他不配礼物。充点抽，我觉得我充点抽我也抽不到，感觉最近就是概率很低。你看，我也没看到标评，哪有这么假的？谢谢 BB 的卡丁车。哎，为什么 BB 的卡丁车我也没看到飘屏啊？ BB 你中的卡丁车我没有看到飘屏。哎，这个礼物真的好难看，除了卡丁车，什么意思啊？我觉得还可以啊，这个颜色。你也没看到，那你都什么背包有车啊？对啊，我刚刚没看到飘屏啊。奇怪怪的，我以为送不出去，人家说礼物消失了，不知道啊，对于疯了吧。门口有没有人送我的网？什么意思？谢谢 BB 的荧光棒。爱过你这件事是我最幸运的事，我心里的位置。欢迎小迷弟，晚上好，小迷弟。被人破解了，没有人蹭网啊！现在 WiFi 密码设置的很复杂，而且现在那个叫什么？现在那个路由器都比以前的都好一些，很难蹭到网的。你以为像以前呢？那个密码就是以前有个 APP， 你们知不知道？你手机下的那个 APP， 然后就可以破解那个 WiFi 密码，就很神奇。密码30位就过分了。以前我就可以蹭到别人的网，现在不行。总是心旷遥远难自由，远不过你目光尽头。我一直走却不敢回头，我知道你没在背后。空气寂寞呼吸都开不了口，无法整理的情绪散落四周，变成彼此旧朋友，陌生身份在你的从此以后。爱过你这件事是我最幸运的事，你心里的位置遥不可及的奢侈。背对着背，与黑夜对峙，我们固执的相思，守护着各自的城池。爱过你这件事是我最幸运的事，我心里的位置空一寸为你坚持。如果回忆会慢慢消失，变成悲伤的故事，我们都在结尾走失。多理智，我头发是变多了很多，今年睡得比较早，以前熬夜就特别学歌的那一年身体不好，老是4-5点才睡。无法
着你的情绪散落四周，变成彼此旧朋友，陌生身份在你的从此以后。爱过你这件事是我最幸运的事，我心里的位置遥不可及的奢侈，背对着背与黑夜对峙，我们固执的相思守护着汹涌的城池。爱过你这件事是我最幸运的事，我心里的位置空一寸为你坚持，如果回忆会慢慢消失变成悲伤的，我们都在结尾走失。我以前头发超多，我跟你说，以前我上学那会儿头发真的很多，欢迎六便士，我以前头发很多的，在学校头发很多，又厚又多。以前做平面模特的时候还染过一次头发，头发都很多，就是后来直播，然后老是熬夜就掉了。欢迎小尾巴，晚上好，小尾巴。不过现在长回来了，说明我头发不是自然脱落的，而是因为熬夜身体变差了才掉的，是吧？谢谢大猩猩的田野卡丁车，是不是？嗯，晚上好啊。你昨天没有来我直播间吗？我昨天在休息呢。爱着爱着就永远，对，就激素旺，然后如果熬夜就会容易出油，出油就容易脱发。嗨，黑屏呀，你不知道看一下标题吗？你是猪吗 ？Are you pig？Are you pink pig? 粉色的猪。这猪怎么了？猪就很好，很棒。生相，哦，他之前叫生相是吧？人家不理你，那你理了太打脸。嗯，那唱个活泼点的歌儿。小猪佩奇 ，Pinky， Purple， 紫色的猪。我的的的的的阳光。什么歌推荐的？小饼干什么歌推荐给我的？过来听歌，好呀，可以呀，可以呀。嗯，我是一只鱼。李亚没唱歌，他可能休息了吧。说明人家休息呢。我最近这几天都不会，我最近这几天应该都不会大声说话了。我身体不好，我要温柔的说话。我是一个温柔的女孩。这几天要做一个温柔一点的。过几天我就是暴躁的后母。特别新闻啊，新闻就是穆易斯进来大姨妈。
焦虑的剧痛，像世界被清洗后，不重要的事被雨带走。摇摆不定的你什么意思 BB？ 什么叫一直保持很温柔就好？你意思就是说我之前不温柔你就觉得我很拐是吧？你是这个意思吗？不再扭眼是是非非，你的笑让我陶醉，写下一切你们两个人给我滚出去时间不会在未来有后退，别跟我说话。很温柔，我还没发脾气。下着雨的街头，像世界被清洗后，不重要的被雨水带走。摇摆不定的节奏，感情洗后，再给我多些温柔和你相拥。不再留言是是非非，你的笑让我陶醉，卸下一切防备，做你的宝贝，不在意结果是否甜美，至少没有后退，时间不会在未来有后退。不再留言是是非非，你的笑让我陶醉，卸下一切防备，做你的宝贝，在结果是不甜美，至少没有后退，时间不会在未来有后退。这个死逼逼，我跟你讲我揍死你。谢谢徐战的卡丁车。我发现逼逼就是一个闷骚，嘴巴上说着我什么都好，我怎么样都好看，每天都好好看，其实心里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对待温柔和粗暴的我。赞成这是低胸装这不能怪我呀，我想它本来是一个正常的高度的，但是我太大了呀，他就是双标。哎呀，反正也看不到什么，无所谓吧，不然老一往上提这个衣服好烦啊。 我这个地方特别疼，每天的幻想很温柔我哪有去好笑死了。我也不想的，哎，好苦恼啊，都想体验一下平胸的人的快乐。哎，哎呦，到肚子，你放屁呢？少来了，你来那么夸张，这松紧带的衣服怎么可能到肚子？怎么这么开心啊？没有很开心，我嘴巴里面的泡子感觉，因为要来姨妈，然后嘴巴的泡子感觉比前两天的更疼了一点，不知道为啥。欢迎饿饿，平胸显得有钱，那不需要呢。我没有啊，我昨天觉得我姨妈要来的，我昨天洗了头之后全身都很酸疼，但是结果就没来成，但是感觉就是要来，就感觉差一口气你知道吗，就肚子也不舒服，然后人也状态不行，但是他就是没有看到血，就感觉堵住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多运动一下，但是问题是我运动呢我又怕我疼，
就很烦。对啊，我就觉得我不是被按的疼啊，我按的疼是肩膀啊，问题是我肚子也不是很舒服，肚子有那种下坠的感觉，就那种胀胀的，就是感觉要来姨妈了。什么鬼啊，不是节食啊，哎呀我的天哪，有人说我节食，全家节食呢，我来大姨妈就说我节食，你不要走，你这人怎么心眼这么坏。我昨天洗头的时候，顺便那个人给我按了一下脖子这一块，这不是那个养生馆护发吗，他洗完之后用一个就是按摩头皮的一个东西先按了一下头发，然后就顺便按了一下肩颈这一块，然后按就疼死了，那个大妈力气超大，按得我乱叫一直，太疼了，乱特别能按，掐死我的感觉，而且他把我整个头都提起来了。我以前的话觉得肌肉疼我会喝气泡水，但是我现在不敢喝，不敢喝冷的，我今天都喝了，一直都喝的热水，以防万一。羊肉啊，羊肉是不是温补啊，然后就身体会好一点，可是我不是很爱吃羊肉啊，我喜欢吃牛肉啊，怎么办，不是很爱吃羊肉，因为羊肉有点骚啊。羊肉必须煮火锅的话还可以，别的做法都不，我都觉得不好吃。对啊，我昨天折腾一天都没来。欢迎小尾巴，肩颈不舒服，然后雪传他说他妈妈就是肩颈被人按的差点就住院的那种，我都不是很敢让他按了，以后让他按的话就轻一点，是很骚啊，你不觉得羊肉有点骚吗，我说错了吗。那条悬南野火，想说的话太多，怎么人大了一样的，这如果轻轻的按其实还好，就按太重了确实有点疼。欢迎小饼干，不要随便让人按颈椎，是已经上手术台了，哇这么严重啊，我穿不穿的医生要关你屁事啊，神经病。谢谢只看 CC 的弱鸡，可是我是有点吃劲啊，他按得太轻了，我会觉得感觉跟蚊子似的，稍微一点点力就好，但是他太使力了，那就这样。做小星星，爱眼里放光明，闪不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秘密，思念化作绵羊群，在入乡长小径，告诉我不安的心全部都可以暂停，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得好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小社区来吐槽一绝技，热不热闹都是你清早给我的秘密，秘密有个人来听，犹豫都不犹豫，告诉你温柔的你
不怕谁打翻心情，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得好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嗯，谁给我发消息了？群什么意思啊？这衣服不可能露肩了，这衣服露肩不是会掉下去啊？那走光了，不行啊！肯定不是上头版的问题，是会上新闻的吧？某女主播刻意拿衣服直播走光，什么什么什么，我妈会抽死我的，一耳瓜子让我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Honey， 我害怕呀！谢谢雪钻的卡丁车，就不能说，什么意思啊？这个主角不能说。对，我胆子可小了。虽然我嘴巴口还很厉害，但是其实我胆子蛮小的。欢迎雷顿王，晚上好，雷顿王。心
没人说我就不会生气，我不生气，你看，就脾气就一直都很好，脾气好我就开心，开心我就不会骂人，我不骂人我就一直很开心，我一直很开心呢，唱的歌也会开心，不然我就一直闷闷不乐的。欢迎阿月。这边热吗？他俩确实开心，我老感觉眼睛里有东西，是有睫毛还是什么？感觉左边眼睛有东西，有点魔性啊！我想唱这个呢，这个歌我会唱，《奇妙的约会》，你们听过这个歌没？有没有人想听？你们不说的话，就说你都想听，我默认了。我清早起来，睡意浓，睡眼小迷蒙，我突然想起今日是假日好时光。电话约了密斯城，在公园碰头，谁知我身上穿汗衫，左鞋右脚踏，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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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头上的，我把它放在进门的那个门廊那里了。蜡烛来到灶台上点了，然后放回去。哦，对啊，我觉得那个火的有点危险，万一要是不小心撞了下柜子，那个蜡烛掉下来了，它把我的鞋子烧坏了怎么办呢？
竹杯安全，没有买竹，竹台干嘛？我就是突然想买点装饰品在家。蜡烛样式的灯泡，对吧？还是丢了吧，反正蜡烛是送的，不是我买的，我买的烛台然后送的蜡烛，好危险呢！我要是点了，然后撞了一下那个柜子，它掉下来就完了，我家人就起火了，那我就要出名了呀。多想你曾一杯的，你说那个就是像熏香一样的吧？竹杯有香味，你说有熏香吧？嗯，去尿个尿呢。我开播前没有忘记上厕所了，等我一下。竹蜡烛好像有一种用途，什么用途啊？今天弟弟也是哈，你个贱人，你就是想开车。我抽死你。我可是看过那个什么几十度灰的。刚眼睛觉得不舒服了，我现在眼睛戴反了。我是个人才，我一进眼睛戴反了，我就说什么，感觉眼睛里像有毛似的。一进眼睛戴反了，不止一次了，这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我也忘记了。第四次还是第五次？这个容易戴反，因为它正反其实区别不大，就是要仔细看。你最近区别不大，盒子干嘛用的？什么叫盒子？隐形眼镜的区别是有一面它弧度更加翘一点，有一面稍平一点。就有点弧度啊，很容易戴反的。戴反的，你不会觉得特别疼，但是会有点点不舒服，知道吧？你不戴隐形，跟你说有什么用？你不近视，你不懂近视人的痛苦。其实如果不直播的话，我可以一直不戴隐形，因为其实200度左右不是很影响生活。还想着创造别的宇宙，200度吧。你50度有什么区别呢？50度跟没有不一样的。50度跟没近视有区别吗？啊，你们想听什么歌吗？你们有想听的歌啊？你们有想听的歌？想听的歌曲？我看这里面都有谁呀？200度不用戴，可是我直播我看不见了，我不戴的话。
挪威森林。挪威森林好听吗？一点都不好听啊，挪威森林。挪威森林不好听啊，挪威森林哪里好听呢？有牛啊。我看完了，你看到啊、哦？你们看到我那个没？可阳可阳哎，哎，嗯。然后我感觉我最近这边嘴巴有点肿了，口腔溃疡。对啊，这么大，就觉得有点疼啊。是不是有点疼啊？注意少吃辣的。我今天没吃辣的吧？好像。嗯，不是很疼，但是有点不舒服。抵抗力下降，要来姨妈的原因吧？电台情歌。原来需要口水消毒了。我要你记得。嗯，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呢，他就是突然就这样了。就那天吃了有一家鱼，吃完之后拉了两天肚子，然后第三天就长了这个东西了。我就是那个鱼，就那个鱼，那个鱼就是祸害，跟你说。还约定那个鱼，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唱得太明亮。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你以后又不知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现在编不动。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的心里敲一敲，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哇，我发现你这个老头跟小星星上面前面的那个牌子那个图案还不一样呢，一个初级厨师，一个中级厨师，中级厨师上面还有一个人儿，好像是个鲨鱼脸。谢谢雪镇的么么哒，谢谢约定的么么哒。谁能够将电台情歌关掉？他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了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有种不确定预感。只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的心底敲一敲，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我们一直忘了
一座桥，到对方的心底敲一敲，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哒哒哒，厨子也太难听了。厨子好难听，厨子还不如他以前的名字龚俊啊。嗯，那么挑，什么意思？那比赛，对啊，然后有比赛了。玫瑰的名字没听过哎。谁说幸福只是一种远方的消息，思念持续成冬雨，梦甘甜下去，誓言继续陪你累积。是想想的哎，这比赛正在参与。你看一下这在什么组，在王者组。我们诚心去啥啥啥的，不知道怎么分的。邱一农会唱，我试一下啊。季节你别躲，我住住你的手放在心头，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
无处说离愁。送信不倦呢，啥智商啊这是。啊，后面不会唱了，你中了丘比特呀，你没看到吗？飘屏啊，你送第二个的时候就中了，不能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贪心啊，中了一个还想着能那么快就中第二个，斗鱼是傻吗？还是你傻？这个歌我好像之前我好像你说，我想起来你这些点我为什么不会唱，是因为我当时听的男版的，我一听那个调那么低，我觉得我不会唱。我今天搜的时候看到有张靓颖的版本，张靓颖唱这个我就会唱。斗鱼是你家，我不会唱玫瑰的名字，我讲了半天呢，一直点个什么，再点我发脾气了，我这个人脾气很大的，我跟你说，就不会唱了。小八路是不是那个谁 PC 冷冷的谁有啊，杀鸡杀点的不好他点了好几遍了，都是我不会唱的，非要点那个歌。欢迎意义，好可爱。看来你喜欢可爱的妹子，那可能你看的那个女孩子肯定很可爱。不是八师傅的，八师傅是谁啊？你瞒我瞒，好歌。南方，南方是谁的歌啊？你在南方的艳阳天是这个吗？虎哥又是谁啊？看着我也跑了，世界冠军队长。哦，我就说这么耳熟呢，那个不是男生的吗？那雪传你说的那个歌是什么歌啊？你说一下歌手名字。谢谢约定的么么哒，谢谢大猩猩的卡车，谢谢雪传的卡车。余晖朝夕微分行道宝都静美，有烟火难听可把听黑，在酒席浪漫我怎么过对走坏分外，你呼唤等能影响的更有美，我是谁情人你是中也是你，埋小镜埋无望笑比富更可悲，早上即开心早真为正光耿耿爆的温暖，冷被可风不开我光泪，无影地蹭蹭蹭蹭蹭我心，音乐你唱好更你累得很，一句我以为在你身怀得出你问住我，我亦问住我，太可憎。这就是弹琴下子的下子，我从来见来分我，我所知有几多。昨日花爆发想为何，大家争吵到最后狂，醒过
笑不出想抛弃我，无言地亲亲亲亲亲我心，宁愿你亲口讲你累得很，与其我依偎在你身怀当作一个人，你吻住我浅浅我，容易满头迷惑。无言地亲亲亲亲亲我心，仍然你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醉我依偎在你身，怀当初一个人，你吻住我。说不标准，我的手什么？我怎么按不响？我本来想按一下手，然后咔咔咔，吓死你！谢谢雪的卡丁车，谢谢你的卡丁车。我想去染头发呢，我不仅做了指甲，我一堆想染头发，可是我想染头发，我又怕染了之后掉头发。我好不容易长那么多，南方什么歌？还真没听过这个歌。吉 A 表示听得懂啊，你是吉，你是吉吉哈尔的啊？我听说那里好多哈子呢。不能这么说，我是不是地狱黑了？我刚刚什么都没说，我开玩笑的。我不想染绿的，我想染这个颜色，我给你们看。我染头发挺好看的呀，这是藏着。我给你看那个想染的颜色啊，我把它收藏了。哎，不对啊，在我 iPad 上面。这是那种，就是那种，你喜欢绿头发呀？你有毒吧你？就是那种巧克力棕，就是其实跟现在颜色有点像。但是比这个颜色要稍微显色一点，因为我现在是因为不是开了那个补光灯是黄色嘛，然后就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黑，但是其实头发特别特别黑。对了，我昨天去那个洗头发的时候，那个女的问我是不是染了头发，她说我头发太黑了，以为是染的黑色，其实我头发是因为一直没有染过色，发质就比较黑，然后就是那种染那种有点像这种。我找不到那种颜色，就是这种颜色，想染这种颜色，比这个颜色可能会稍微亮一点点，就这种巧克力加点棕色，这种颜色染了之后可能有点像那种，我觉得染头发之后看着年纪小一些，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染过的，我觉得染头发之后看着年纪小一些。每个客户都这么说。没有啊，我不是在理发店，我是在养思韵养发馆，对啊，这种牛奶，就那牛奶巧克力，脑头鼓了一次，什么意思？跟我的眉毛颜色差不多吧，巧克力丝，哎，我拿错了，就这种颜色，真的，我染头发之后看着年纪小一些。染白色，我让他们干嘛染白色？染的衬的村一些才怪呢！我以前染过的，染头发之后看着年纪很小一点点，因为会有点看起来营养不良。刚那个什么药啊？那个是心脏病的药。你们哪是气我？想东想西染了又后悔，染了后悔再染回来。长两个月染回来，
我要是染得很丑，我就不直播了，我就休息两个月，等它长，等它发质好了再染回来，再回来直播。染白色，对啊，我就是在想最近头发长多了，我去染头发是不是不好啊？快去染吧。你就这么希望我放两个月的假？不再愿意。我说如果染头发丑的话，我就休息两个月，等它长出来了我再回来直播。给头发长出来了我再回来直播。好累，滚！下个小姐更乖。他们有的人说染头发之后掉超多头发，不知道真的假的。他们说有人掉头发掉很多，哦，我这里一抓都很疼。我指甲长长了一点，因为做了指甲就没有剪指甲了，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指甲真的很好看，下次我再去，下次我如果这个指甲过完了我再去做这个指甲。这个我的小红书呢，染头发会上瘾啊？真的吗？我以前怎么没上瘾啊？我以前，你看下次我再去染染就染这个颜色橙色，是不是很好看？正常看发红的什么意思啊？他是染过头发然后头发底色变了吗？头发受损了？没关系，天空越黑星星月亮。对啊，假发戴着不舒服，很不自然，一看都是假的。我跟你说，假发看着很不自然，假发看着可不自然了。哎，不过说明我今天这么想的，明天我又不想染了。你正常就是金毛，说明身体不好。我身体就很好，我头发特别黑，乌黑。羡不羡慕？一时兴起。就让所有往事随风而去，让那回忆落地化成零，静静地，轻轻地，我的世界又下起了细雨。你也无需有太多的言语，也会拥有不同的天地。我可以慢慢地忘记你，绝情的你给我最美的回忆，在无法抹去深爱的你留下的痕迹，回首之后离去，也许就是结局，别再傻傻的留在原地。就让所有往事随风而去，让那回忆落地化成泥，静静地，你怎么不跟我颠倒？我的世界又下起了细雨。约定了，我依然在小树林，也会拥有不同的天地。我可以慢慢地忘记你，一吻之间的你给我
最美的回忆，再无法抹去深爱的灵留下的痕迹，挥手之后离去，也许将是结局，别再傻傻的留在原地。一吻之间的你，给我最美的回忆，再无法抹去深爱的你留下的痕迹，挥手之后离去，也许将是结局，所有的往事随风而去，所有的往事随风而去。一吻之间的你，给我最美的回忆，才无法抹去。我开始电了，电多少刀？你不要电多了，超过十个就不要电了。谢谢 AD 五幺零零的真的小重量，一个，你再电九个。我充了钱呢，还没有抽呢。开播的时候你说，然后我就充了，然后我差点忘记了。我要是忘了，我又可能去抽车去了，然后又想送给大头。你这么黑的吗？我应该会出吧，对吧？我今天看起来那么白，我要是没出我就去死。哎，我出了，我还多送了一个。运气怎么这么好呢？今天肯定是要走运了。喜欢这种独立的，谢谢约定的小厨娘，谢谢小星星的爱心寿司。哎，我上次也是说，我说如果我再抽小厨娘，如果他不出，我就把斗鱼卸载了，然后就出了，也是一个还是两个出的。斗鱼这个吃软怕硬的东西。都是用来玩心，我不喜欢给别人颠倒。哎呦，我不能这么笑，这么笑感觉我的牙齿真的好疼啊。猫咪呢？它都没睡着过吧？我狗也没睡着，其实我的狗一直在偷看我。你看我的狗，眼神。今天，它的眼神鸡贼子。他今天叫了一天，烦死了，吵得要命的。爹，我刚吃的鼻儿啊，你们真以为是心脏病药？我刚拿的就是鼻儿啊，我开播的时候就吃了，我刚开播的时候吃了一把，啊，我吃了好几颗，我看一下，一次一到两片，我刚好像吃了四颗还是五颗，应该没事吧。嗯，你说那是谢谢森森的幸福证啊！你这都没出啊？我直播间好黑哟、哦！我不是当堂吃，我忘记了，明天尿很黄。谢谢约定的小飞碟，那我要接着给点点喝。免得他让他明天中毒，他就不会叫，吵死了他！他今天一直叫，烦死我了。我本来就老抠，他明天喝这种毒，然后就无法叫了。谢谢你全家，
的很吵哎，这个人，这个狗真的是太吵了，麻烦。外面一点动静就跟疯了一样，疯狗，它就是一条疯狗。我不知道它，那和晨晨，它听到外面一点点走路声，它就叫。然后别人对面送外卖的，就是买点的外卖，然后人家送过来，它就叫。现在有点小飞碟，最近怎么开始抽小飞碟了？嗯，有这个打算，明天喝了说明就哑了。欢迎今晚打老虎，拜拜。咦，为什么抽不到小星星啊？小星星最便宜，你还抽不到啊？小星星不是一毛钱吗？不是抽那个低级的很容易抽到小星星吗？你不会都抽了鱼丸吧？你鱼丸的话就鱼丸就攒着，然后到抽到晚星的时候打 PK 的时候用。喝上瘾就不好了，产量跟不上。那没事啊，喝上瘾呢我就喝橙汁，每天喝橙汁。你抽的都是星球，星球是什么？星球的是那个啥，星球的说明你没亏呀。这小星星应该是亏了吧，是不是？是不是？十块钱抽了17个星球，那还是亏了呀。我的星星谁恶心啊，100多用啊，这么多鱼丸啊。你是不是赌去那个叫什么游戏区去压宝了？因为要小心，确实也是的，反正都是亏，还不如要小星星。倒也化作小星星，还要你放光明。高级一年每天点一次血钻信物，高年一年每天点一次，真的假的？你很有经验呢。晚上好呀，现在都很晚了，不是晚上，都快早上了。每天一次是不亏的。还有这个闺女啊，终于下面的场面，可惜不是你。为什么这个歌没有伴奏啊？约定啊，想唱可惜不是你，但是没有伴奏。粤语发音，我没有 QQ 音乐，没事，就这样唱吧。你我约定，你会弹有什么用呢？就那稀烂的技术。我会弹钢琴呢，有什么用呢？随手指来开的神态，当天经过城市那人轻快，人到也许足望你重改，还记得街
等从呀凝望，欢迎凝望枫叶稳定平淡，曾印地你轮廓太浩瀚，映出眼泪曾经心酸，忘掉天地仿佛也丧根去自己，人为陌生于空望天黄意与否，就算枉与你分来，凄楚的海有却旋梦几话变梦解，命曾应对只恨把人不出自己，人为王宫你预定假时和有事，就算你看火轻痛不定天去冷冰白笨都恨人等待，真的是只是抽奖，然后就抽成二十几的牌子，本来没有自己的牌子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没有自己的牌子。这个号是以前打比赛自己给自己刷礼物刷的。还更叮当街地海的望远，怀明白每当红绿的缝隙。当天街过路过你心机，人路内巡日过天边，忘掉天地仿佛也看不出时机，人望过生与恨望天黄意与否，就算位于你分来绝地海，有着漩涡，我并不不害。面也天地，只恐怕忍不住自己。人为忘耕耘，约定界没有事。就算你真苦轻痛，不定天去，冷冰怀抱都堪忍等。就算你真苦轻痛，不定天去，冷冰陪伴都可以等啊。我真的是赌狗啊，我也发现我是赌狗。你不知道雪壮，我是去年前年直播的时候，去年吧还是前年直播的时候，这个什么刚出来的时候，我也喜欢玩这个转盘。主要是我氛围特别影响我，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因为有人天天在那里玩那个转盘，然后每次玩的时候就叫我，我就跑去跟着转。欢迎感谢，我觉得比上次稍微好一点了，上次真的太不熟了。不是谢魔卷，以前就是那小飞碟嘛，以前最早的时候小飞碟很好中的。小飞碟我以前100块钱中过一个火箭，不是晨晨，晨晨都是好后面看我的。是啊，我不会打麻将，然后我打了两三次，每次都输了，我就不想打了。我是那种必须要赢一次，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我可以了。这问题是我一次没赢过，没中飞船，中了一个火箭。不行，我打麻将太菜了。我之前跟人玩10年抽飞机，谁中的数量少送一个飞机。够你打，我让你赢。对啊，你刚来玩了一会儿，晨晨特别喜欢抽那个小飞碟，经常会抽飞船。不过他一般抽一个不敢送啊，他抽了送给我。
我怕小七生气，除了送个小七怕我生气，他每次要抽两个才行，你知道吧，端水大师。不过小七是个男的很搞笑。那抽一个 不敢送啊，送谁都不好。可逗了。抽个要存着，等着抽第二个时候让他一个人送一个，而且送的时候时间也要一天，差不多时间送。怎么调？那个男主播是跟他陪他打游戏的吧？打那个王者的那个陈叫什么？不是陈小七，叫什么严小七吧？然后我还给他送过礼物呢。C C 漂亮无敌，飞船太难中，就中过一个。那你还中过一个，还不错呢。不行的，我要发病了，不能听这个歌，这个歌一听就难受。你看过他玩是挺好的，那专门打游戏的肯定就玩的好啊，天天玩啊，他天天玩谁玩的不好啊？给我天天玩，我就是玩个啥我也玩出点名堂了呀，真的是，对不对？天天做一件重复的事情，这哪有青涩啊，这是匹夫美男。哪是青涩啊，你是不是色盲啊？你是色盲吧你？画个润一点的口红。你今天看我没看到什么名堂？什么？有没有搞错了？你看我应该会看出，应该会预感会提升啊。还有，你看我之后应该会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啊，会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人生处处有惊喜，是不是？怎么会没有看出什么名堂呢？眼睛最好了。你色盲跟眼睛好不好有什么关系？真的是。我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得有惊吓。什么？你我特别好奇你长什么样子？他们好多人我都见过照片的，你可以发个照片给我看一下吗？因为我老记得我之前去嘉年华的时候，你在马路对面，然后我记得是个胖子，你说你130斤，来吧，发个照片我瞄一下子。宋小宝就是你，你放屁呢？你本来哪儿都不好，现在都治好了。那不是说我看我包治百病，我本来就很白，好吧？这个说的没错。你会来室友聚会？我才不信呢！希望妹妹来，你都不会来，我不信，错觉。那时候只能嘴寒说，我都不相信你会来。你上次我们打游戏的时候，你都不说话的那种，所以就会不知道，再次不清楚。这演一晚的荧光棒，要看一下嘉年华的时间。嘉年华都不一定不知道会不会办，现在还不确定呢，一切都未知，票馆都没通知我们。嘉年华不知道，首先嘉年华不知道确定办不办，其次我又不知道嘉年华
要不要去唱，如果他不让我，他如果没有我的活动节目去干嘛呢，好无聊哦，那边急死。如果我要去的话，我就会可能会请水友吃个饭吧，如果我不去的话，那我干嘛去呢，疯了。要回复人的时候，他说个屁，打游戏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讲话的。遥远的童话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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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不唱歌的话，我都不是很想去，很无聊的，里面特别挤，而且很多很多男生，里面都是男生，然后一股汗臭味。我请你妈吃饭，行不行？还请你吃饭。遥远的童话里，有条小小美人鱼，常问问海面上的世界多神秘，就想和你相遇，才明白这叫爱情。你的笑容慢慢包围着我的心，当幸福来临，我离开海底，沿途斜风下雨，是我不悔的决定。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我的爱才放弃，你越远离去，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洗，爱像泡沫沉入海底。那里面就是有很多臭味，汗臭味、脚臭味、狐臭味，在里面就很不舒服。而且又是一个，这次去的是个封闭场合，估计味儿更重，之前在江滩都有味儿。遥远的童话里，有条小小美人鱼，常向往海面上的世界多神秘，就想和你相遇，才明白这叫爱情。你的笑容慢慢包围着我的心，当幸福来临，我离开海底，沿途吹风下雨，是我不悔的决定。你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我的爱在放弃，你远远离去，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爱像泡沫沉入海底。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我的爱在放弃，你远远离去，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你是否听见我哭泣。多幸运遇见你，就算一秒的爱情，曾闪闪发亮也让我永难忘记。你的笑容暖暖包围着我的心。什么钢鞋站一天，来女主播去那里钢鞋站一天，你把女主播想的可太敬业了，才不会呢，去一会儿就跑了。比如我，除非是有表演节目，表演节目也就表演节目那前后一两个小时，钢鞋都是透风的，不像你们穿球鞋臭死了。遥远的童话里，有条小小美人鱼，常向往海面上的世界多神秘，就像和你相遇。不过我室友聚会的时候，好像我自己的室友倒没闻到那种很恶心的味道，不然我会给我直接问你们谁有脚臭，给我出去。肯定有脚臭女主播，你才是嘉年华混子呢，又没有什么活动在那里干啥呢，感觉像个傻子一样的，全都是人头，而且里面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根本就没信号直播，又不能直播，然后在那里晃来晃去晃去晃来，有啥意思。
跟个猴子似的，你不觉得像猴子吗？被人看来看去的，人家也不知道我是谁，可能有的人认得出来，有的人都认不出来我是谁。跑这么远，吸引粉丝。哎呦，我跟你说，很多嘉年华去的都不是为了看直播，就是为了凑热闹的。武汉当地凑热闹，是时候来几首高音。哼，我不想唱《天下无双》，唱会儿破音了，破音了怎么办？我是哪里人？我是中国人，我是地球人。哪片云彩里的仙女？今天口罩，口罩也认得出来吧？如果看过我直播的，应该认得出来，很好认啊，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就是我，哪里跌到哪里爬起。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点那么高的歌儿啊！你走开！商场肯定戴口罩啊，肯定戴口罩。反正我一个人。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有的猜他。我今天拉肚子，不怎么便秘。我穿十厘米的高跟鞋，然后把你们的假发全部都揭开，全部都是秃头，天天熬夜看着我。你要越走，我牵着你的手，你回过头问我什么理由，我说出口，连我自己都摇头。你对我说，你受够了，受够了。我无法挽留，我无法回头，我无法接受你说你即将离开我。我没有理由，我只剩愧疚。这时你说你，你说你还是爱我，我说我说我开不了口，你说你说你一直爱我。你说我不再拥有，你说你说你还是爱我。你说你说你还是爱我。你说你说我有点愧疚，我无法挽留，我无法回头，我无法接受你说你即将离开我。我没有理由，我只剩愧疚。这时候你说你说你还是爱我，我说我说我开不了口，
说，你说你一直爱我。我说，我说我不再拥有。你说，你说你还是爱我。你说，你说你还是爱我。你说，你说你还是爱我。说说说，你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口口的说。对不起，我有绿舌头，那大舌头。谢谢许传的么么哒。哼，这人的名字好奇怪，谁的名字啊？绿舌头，我老是喜欢把他给故意的，就是让他不要，就把他弄得特别特别的长。然后就在那里甩甩甩甩甩，特别恶心，搞得特别恶心。然后甩甩甩甩到别人的脸上，那个冰棒，我老是把它洗特别特别长，然后那个前面它就掉下来那种，像一根皮带一样。我以前好恶心啊！我想想我以前上学做的那些事情都恶心。你舍不得吃吗？我是不想吃，我觉得好恶心，我专门恶心别人。以前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恶心别人。以前我跟我有个朋友一起住的时候，他一洗澡我就去上大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以前跟房姐住了一两个月，他一洗澡我就上大号。他说有毒，现在没有吧？以前很简单。他一去洗澡，我就说要上厕所，然后他就一开始他特别烦我，后来慢慢的就习惯了，主要是我一边上厕所会一边跟他聊天，跟他讲笑话，他就觉得很搞笑，他觉得很搞笑，慢慢他就接受了这个现实，不跟我住，他不跟我住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跟我住是因为他后来谈恋爱了，我觉得不方便，我就自己跟他讲了，不要住一起。哼哼，来，后面狗子太想吃，狗改不了吃屎，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道理。怎么了？怎么了？是不是饿了？我现在不想上厕所了，点点，你饶了我吧。现在没有上厕所，以前没有以前那么多。都带去了搜狗搜，那真的能没有呢？我奶奶我小狗带着你一走多年，一弄粗粗欧米那个，那能特飘哈特呢？可拉拉米多少那根薄纸一用手，马拉拉几口那手，那个西卡加铁狗，多几个无奈那那表就可爱手，那那有卡妙手多，马尼克尼路过夜。才能一错不离，哪能有假意离开？我的歌手吉他绝妙，可
看过的，好像很感人，是不是？特别感人。小时候就幻想的，幻想自己也是变成一个灰姑娘，然后又突然有一个男的，拿着一只水晶鞋过来找我，就是韩剧看多了。以前韩剧有个拍的也是就是灰姑娘的版本，成人版的，这种鬼。诶，那韩剧看多了就很不好，天天做梦，最后把眼睛给他了。我以前看过一个韩剧，就小时候看的，叫《人鱼的眼泪》，真人版，成人版和真人版有什么区别呢？请问一下，成人版跟真人版有啥区别？我说成人版，他非要纠正我一下，这个人有病，你自己思想不纯洁，我跟你说。我那小孩子看的就小孩版呢，成人看就成人版，有什么问题吗？没成人就是小孩啊，什么你自己有问题，你自己思想有问题，我跟你说。一口水的眼泪，妈蛋的。是吧，你又不能说为什么柯南成人版怎么了？成人版就是柯南长大的时候的样子啊。嗨，你们真的是，嗨，你们真的是多跟几张照片，哪有那么多照片啊，我也不天天没事拍照呢，一个月能有几张照片就不错了。对不起，好吧，你再对我哼，我一巴掌呼死你，知不知道？你再哼，
你再哼一个试一下，再哼一个试一下，你哼，因为我真的不敢打你，你哼了一天了，啊，这狗还萌啊，萌个屁，吵死啊！这么好看的主人，这么小康的家庭，天天对我在那里抱怨不满，你看是不是贱得慌？要凶他，他才趴下去，啊，烦死了！他就是不服气，他一点都不怕我，他表面怕我，你知道吗？其实真的不怕我，真的怕的话，根本就不会再做上一次的错事。他就是死不悔改，气死人了。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我拿个封条把嘴巴贴着，我等会儿吃狗肉。你吃过狗肉吗？狗肉听说有点好吃啊，我没吃过，我不知道。听说狗肉有点好吃。对啊，是挺好的。因为没事的话，对啊，还是比较温柔的。遛遛，我今天遛过他了。我今天身体都没有那么舒服，我还遛了他，我还出去遛他了，遛了半个小时呢。点了好几天，正好吃了。嗨，我自己吃有点太吓人了吧？滴滴不愿意动啊，滴滴都不愿意动，也不会怎么叫，除非他饿了。吃过一次好吃，养了狗之后再也不吃了。你养过狗吗？你不是养了猫吗？我又想尿尿了，我今天水喝多了，我老想尿尿。我老以为我要来姨妈，要不停的喝热水，不停的喝热水。点点，你要喝吗？点点，我把你毒哑。养过五六条狗啊！你养过那么多狗啊！我只知道你养过猫，我都不知道你养过狗。你的样子太可爱，追你的男生每个都超级厉害，我却在考虑怎么 say hi。害羞的我这样下去要怎么办？怎么办？今天要算了，我不是 boss， 没有超大的 house。如果送你 rose， 可不可以给我 chance？ 不想看时间这么一点一滴 face。老夫子戴着假发，我不要三寸金莲胡花。想和你跳超短裙的恰恰，想带你回家见妈妈。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守护你身边，一笑为红颜。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爱锁在眉间，似水往昔浮。周末找个借口和你泛舟，一壶清酒江水悠悠，我心悠悠，这感情叫 Suffer for you。 老夫子的剪片分花，揉死你，在那里瞎哼哼唧唧，我就把你揉成一只饼。哎，为什么你抽奖我看不到飘屏了？我刚刚老头抽奖我看到飘屏，他中的话我就看得到，这很奇怪耶。哎，我腿，我盖被子。要去 PK 了吧？12点了，不是11点了。我怎么看不到？我幻化成雨。你刚看到了吗？为什么我看不到？我看不到别人抽，我看没更新吧？我今天看得到抽中奖的人的飘屏，就很搞笑。我差点把直播间关了。我看得到飘屏，就比如说谁中奖的，谁中奖的就会有飘屏，就会有飘屏儿。就是会比如说刚刚有人中车了，就会显示谁谁谁在我直播间中了一个卡丁车，开播的时候开始有的。好烦啊，他为什么老是有后面头发跑到我刘海这一块来，真的很烦人。
挡住我的视线。更新一下，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更新吧。我觉得看到飘屏，怎么啦？跟我连到为什么这么说？哦，好，你说的话就画个鼻血或者嘴角流血都可以。下一条的这件消息，好，谢谢 BB 的幸福券。那么中间玩啥？啊，我跑不了步，除了跑步，其他都可以。好好，谢谢雪镇的，谢谢雪镇的麦浪飞机。当当当，有的画的是眼睛，我刚刚看了半天。谢微风的叮的半个，你这画的眼睛这一点都不像眼睛。谢叮的半卡，谢谢若姬。你白天播吗？那你一天要播多久啊？啊，不是播很久啊？我一般都是晚上播，我白天很少播，除非有活动要去做白天。4个小时，一般最少要播4个小时。反正有时候睡觉，有时候练歌，有时候。最近想学跳舞，然后觉得学跳舞太难了。滴滴，怎么可能啊？古典舞这，我感觉古典舞需要那种很专业的地方才能跳，像那种像我们这种住在家里的，根本就没地方跳，这屋子好小啊。学会了没有？以为只有女的，还能见到男的私聊，说不定那男的。高级呢？白天看直播人多吗？你也说到了，可能白天主播少一些吧。我觉得晚上好多主播的，可能就到处很多人看吧，就很多人到处看吧。我之前白天播过几次，我觉得白天路人多一些，就是进来的不认识的人多。晚上的话就是，设置一下等级，什么意思啊？能跟我说话吗？你们说的应该是。那个语音区对吧？什么黄金档？你们聊的是一个话题吗？谢谢 BX 的粉丝荧光棒，不是，你们聊的我糊里糊涂的。PK 扩胸呢？对啊，他问这是啥？不会吧，扩胸也看不出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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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要进度条挡住了 call 的地方，你好骚啊！就这些骚气的人，你这个骚气的人，谢谢雪镇的摩天轮，谢谢 BB 的麦浪飞机。讲道理，这个旗袍挺好看的，就是那种青花瓷。实话实说，现在管得很严的，不让就是可能你们要穿那种打底的衣服，就不让穿那种开口深的，不挡住你看到的啥呢？天天想屁成人，欢迎约定。现在好像都管得很严，一般穿那种稍微领低一点的，都很怕超管警告的。你看到我的表情没有？我很无语，都在阻碍着你们进步。可是宝儿穿的这个衣服也不露吧？我能穿啊，他这衣服我穿个打底衫，我觉得我穿的我可以接受啊。你要说不穿里面的那是不可能的，那想 peach，你可以给我去试了。七哥，我不知道呢，他露了吗？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哒哒哒哒哒哒，你驾驭不了，我谢谢你了。你搞得好像很了解我似的，这些人哦，每次 PK 第一都是活的，我也发现了，我不 PK 时从来不发弹幕啊，我一 PK 他就发弹幕啊，你就很会挑时间了啊。你怎么这么挑时间？没有才怪呢，那不太明显了吧？露什么沟啊？没沟啊，露个屁！你都想屁吃？我们休息吧，宝儿。对你，你对。有无数方法，我没有那个欲望啊！那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垫呢？我神经病啊！我为了个直播去垫一下，没有那个欲望。我们都是兄弟是吧？大家都是兄弟，有啥好垫的？不管是生活上还是精神上的。吹落了金花，谁来了燕子？你在树上等，在安慰谁？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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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怎么知道呢？你搞得好像看见人家穿衣服的，你怎么知道人家是电的？你像个傻逼似的。万一人家是真的呢？我发现你们这些人嘴巴好缺德，滚，滚出我的直播间！那神经病呢？有的人天。有的人就像神经病一样，天天盯着别人女孩子胸看，跟没见过女孩子的胸一样的，没谈过恋爱吧？真是服了。你知道吗？就是没本事的男的，天天才逼逼赖赖的，讨厌死了。他们就很有毒。他看你穿个就休闲的衣服，然后就说你是个平庸，然后他穿个紧身的就说你垫的，像神经病一样的。不搞得好像天天在我家看着我换衣服试了一样的，有神经。
是啊，所以就把他收了，然后再把他禁言，气死他。本来就是的，就没本事的人才喜欢 BB，有本事的人都不爱讲话的。你不用问我了，我输了，我换个眼睛。没本事的人才喜欢 BB，我看这什么颜色，忘记守塔了，你就听我说话去了啊。你不要问问题了，你以为是我的问题？还有，你要问啥？眼睛。对啊，我自己做饭啊。哇，我的眼睛画的好吓人。我就没有，我最近没做，但是我之前就是去年，就是天气很冷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做早餐跟午餐，晚餐就很少做，有时候晚上不想吃，主要是。他画的是横的，我画个竖的，好像好长绳啊。好，拜拜拜拜。你们是人才呀，你们就想看我画眼睛，我知道。谁需要第二天就不用做饭？怎么可能呢？晚上要直播啊！哎呦，我好烦，很烦。为什么我直播间就是不是我喜？